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и вокзал. Просим при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прибытию. Via Fuchizhou Station and Dalian Development Area Station, covering a route of 49 kilometers. 从地铁站出来了，这边离北站还有一段小距离，可以找个出租车。泉水这边，然后打个出租车，这块离北站没多远，10多块钱。是，然后本来想在后沿下来，后来那个，感觉泉水这边人少点，然后就在这边下来。我是12:58的车，到北京是5个小时，那就是。13点加5个小时，那是18点能到北京。今天大连气温回升，感觉那会儿15度，16度。现在顺利到达北站，准备去坐车。把票取了吧，取了以后能报销什么的。还可以用，票我取出来，准备去乘车。这就是大连北站站内。这边过安检，口罩帽子摘一下。来，你坐一下。现在在大连北站车站站里面，准备坐12:58的火车到北京。这是去北京呢，是有点其他的小事情，大约要逗留七天左右。但是今天是8号，那就是15号、16号左右能回来。去坐动车去，是。它是到北京朝阳站，朝阳站是票价是420多，好像426啊，不到450，是二等座，4个多小时，就算5个小时吧，上车还是比较快的。马上检票上车了，说这边电梯吧。不要拥挤，紧握扶手，注意安全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啊！我是坐在16车厢，16车厢是往前走。还要往前走啊，16，这是15。哇，这是16，不错。找一下，没有什么人。现在就已经上车了，刚开始以为这是车头，现在我才发现有可能是车尾呀，因为坐的方向。不是按照原先刚才想的那个方向，是不是感觉有可能是车尾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
列车前方停车站是瓦房店西站。本次列车全列禁烟，感谢您的合作。在哪儿？在这停车是六分钟，整个这条线路就是两分三分停车，但是承德是六分，承德站比较宽一点。终于是下车了，红灯灯终于出来了，直接到出站口了。现在坐地铁直达摆渡车到北京啊，就发懵啊，因为这地铁总也坐不明白。现在坐公交，坐公交到地铁站，要坐地铁14号线，地铁10号线，因为我要到北苑大厦那边。大哥，离这个还挺远。到这边坐地铁10号线，然后还要转5号线。这是电马桥站，从这儿坐10号线。哎呀，这北京地铁太复杂了，有点坐不太明白。那5号线方向不，别说反就行了。改成5号线到北苑路呗。从地铁5号线出来，天上已经黑了。要找到我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，离这不远，大约能有900多米。昨天是住在丽水桥这边，这边吧离奥林匹克公园比较近，所以今天准备到奥林匹克公园去看一看。奥林匹克公园像水立方、鸟巢体育馆，这些都是以前在媒体和电视上看到的，没有亲身到旁边去真正的好好去看一看，说借这个机会到北京来呢，就一定要看看鸟巢体育馆。